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以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您上哪儿，同志？我找市委会主席。哦，请您先在这儿登记预约。我想现在就去见他。那可不行。哎，同志，您等等，市委会主席现在正忙着工作呢，您不能进去。如果没有预约的话，谁也不能去打扰他。雅可夫同志，外面有一个人，一定要现在就见您，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他。请进去吧。有什么事吗？好像是可查金。对，我是可查金。我那时在你父亲的面包房里当小工。不错，当时你给游击队送面粉，而我也想参加游击队。我和父亲成天吵个不停，那些事儿你还记得吗？是的，我记得。请坐吧。您的父母现在还好吗？他们都出国了，在那次舍维托夫卡的大屠杀以后。你爸爸一直想在全欧洲卖他的面包，可是我对卖面包没有什么兴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可查金同志？我是想谈谈布洛扎克，他现在生活很困难。布洛扎克是说他吗？只要领到养老金，
他很快就喝光了。他现在很孤独，房子也坏得没法住了，他非常需要得到帮助。他为什么自己不来呢？他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您觉得我们怎么帮助他才好？让他住进养老院吧，好吗？养老院倒是有，是给退休干部的。我知道布鲁扎克不是干部，可他牺牲了两个孩子，他们是为苏维埃献出自己生命的。您别急，我来争取，努力一下。拜托了。对不起，柯察金同志，您现在在党中央什么部门？是什么人说我在党中央工作？怎么？大家都说您的职务很高，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只是一个残疾人，没什么职务。不过在任何的部门都能找到我的老战友。快打完了！等等等等，我看可以冲锋了。等机枪扫射停下来，就扔手榴弹，知道？准备好，我喊三你就扔。行，准备好了，我好了。一、二、三。带队打司令部，那里他熟悉。好的，要快。是。喂喂喂喂喂！报告，红军打到索菲亚教堂了。其实你阿克呢？他早就没影了。听他的部下说，他一个小时前就逃跑了。完蛋了！快把箱子搬上车，快！是是。快快快快、哎、快点是是是好了这些扔了、哎、把那些钱都快点别磨蹭了快点布里亚克快去去把那花瓶拿来、啊、快去搬快是是混蛋哎喂你想留给红军吧快快快快点装了些破玩意儿干什么快想把我的车压塌快别磨蹭了快去喂快去喂爸爸爸爸快点放我出去啊爸爸把门开开那些兔崽子跑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把他们杀光爸爸您快点把门打开啊就来几溜沙我亲手干的我亲手杀了两个彼得溜拉分子爸爸您在说什么呢我跟朱赫来攻打监狱去了爸爸那我姐姐呢爸爸你没见到她吗瓦利亚在哪儿她已经死了被那
县畜生绞死了。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爸爸。到这儿来。姐姐瓦里亚，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要是不说，这就把你们全都杀光，杀光你们！我要把你们全杀光！你干什么？你，我是地下组织的。你，如何来认识我？我不管你是谁，他们杀了我姐姐，我就要打死他们！你赶快走开，要不连你一块抓走，知道吗？快走开！Христос, що воскрес із мертвих, істинний Бог наш, молитвами Пресвятої своєї Матері, святих і славних всехвальних апостолів, преподобних богоносних отців наших і всіх святих, душу раба свого, що від нас приставився, Миколу, в оселях праведних вчинить, на лоні Авраама упокоїть, до праведних приєднає і нас помилує, бо він милосердний і чоловіколюбець.阿弥。亲爱的杜尼亚，你要挺住啊！请你相信我，一定会医治好你心里的创伤，千万不要这样伤心。妈妈，别哭了。您瞧，我好好的，妈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只为你担心。你哥哥告诉我说你参军了，我每天都做梦，梦见你受伤流血。告诉妈妈你还好吗？能吃饱吗？哦，你看你多瘦啊，我的好孩子。别哭了，您不要为我担心，妈妈。您看，红军已经来了，一切都好了。上车吧。亲爱的玛利亚，我的好姐姐，妈妈去世以后，你就像妈妈一样待我那么好。爸爸和我怎么能离得开你呀，我的姐姐！
倩倩。宝儿，我最好的兄弟，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一样去参加红军。来来来，排队，在这儿排队啊！啊！哎，要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叫谢廖沙布鲁扎克。布鲁扎克。今年多大岁数？19岁。我没问你，我问他。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同年生的，一起长大。对。这样，那他今年就刚刚才满18岁。我说几岁？19岁。还是让我跟他说吧。把他和我分到一个队里去吧。什么出身？什么？这还用问吗？他是瓦利亚的弟弟，出身工人家庭。他爸爸是火车司机。看起来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兄弟呀、啊！还是照你说的吧，让他跟你在一起。普捷列夫斯基同志，来，普捷列夫斯基同志，一点粮食都没有啊！这我拿什么给同志们做吃的呀？刘，别着急，别着急，周回来会想办法的。他答应了，好，走吧。到这儿来。过到这儿来集合。啊，好。过来，过来。胖儿。就这样。哎，周回来。哎呀，你好，胖儿。哦，轻一点，轻一点，别使这么大的劲儿。伤还没好呢，朱克莱，你看，我也成跟我在一起了，太好了，我祝贺你，谢廖生。谢廖生，我们会记住你的姐姐和那些烈士，我们要向敌人算清这笔账。李的，就来。您好，你好，谢廖生，我们要开会，一会儿再见。走吧，走吧。中回来，你是苏维埃主席。我们眼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了。如果部队没有粮食，那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还没能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粮食本来就很少，把粮食给部队，他们就得挨饿了。那你说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意见是，动员那些有钱的人，把家里多的粮食拿出来。这个意见你们都同意吗？不行，我们不能用德国人和土匪的那些办法，我们是红军，就是再有困难也不能给我们的红旗染上污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部队是要打仗的，战士们不能饿着，红军和老百姓缺粮，可是有钱人粮食吃不完，不动员他们拿出粮食，那该怎么办？我们要跟他们解释，现在是红军最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动员他们拿出粮食。我想市民们是会理解我们的。可白匪不久前刚进行过抢劫，市民们很容易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你的话并不准确，你看问题容易偏激。我有一个提议，
组成一个粮食委员会，由红军和地方领导参加，先制定出一个征收的管理办法，再把家里有余粮的富人召集起来，先动员他们借出粮食，等将来有了再还给他们，不行再相应施加一定的压力。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也会有问题，我们的战士都住在群众家里，搞不好很容易发生抢劫行为。你对战士们这样看吗？很多人都是刚参军的新兵。对，可他们都是受苦的人，如果当中真有人居心不良趁火打劫的话，我们绝不会轻饶他们。我会下命令把违法分子枪毙。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枪毙战士要通过军事法庭，也不能您一个人说了就算了。那现在就写通告，为保持革命秩序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团长普杰列夫斯基、团政委修然宁、苏维埃主席朱赫莱共同组成，严惩一切违法行为。写了吗？对，写了。接着写，为保护城镇居民的财产不受到侵犯，特组成巡逻队日夜进行巡查，防止一切有可能发生的抢劫行为。咱们要想弄到粮食，光在城里想办法是不够的。说一说你有什么办法啊？还得依靠农民。农民？农民都很善良，通情达理，会尽全力帮助红军。我能说服他们拿出一些粮食来的。要是真能那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明天一早就出发，只是想请你给我派一个班的战士，足够的子弹，两辆马车，一周以后我就回来。没问题，多加小心。谢谢。放这儿，哎，好，扶着，我把它放到上面去。你看看怎么样？行吧？哦，你好，往下一点。哦，再往下一点。对。你这是干嘛？你知道他们要对犹太人下毒手，为什么把伊罗娜留在商店里？你这个畜生！别这样，我杀了你！你不能这样，你不要动手，你是红军战士了，谢廖沙。上帝呀，没事。是他害了一路的，可你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我不管。大家都走开吧，请你们都走开吧，不要看热闹了，你们不要看热闹了。走走，都走吧，我们走，谢廖沙。我们走吧。谁断的？你太冲动了。拿回去吧，拿回去吧。走。奶奶，红军到我家来了。哦，是吗？哎，是红军来了吗？哎呦，进来吧，进来吧，一直盼着你们。快到屋里坐吧，真可惜家里太穷了，没什么东西可招待你们的。算了吧，老太太，你就别骗我们了。老太太，不用好好招待，只要有酒喝就行啊。是啊，哎呦，酒可没有，我们家从来没有人喝酒，我只能给你们土豆。这样，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拿。等等，你就别来这一套了吧，老太太啊。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如果我把你们的房子点着了，你就马上会说有酒了。哦，不能点呢，我的天哪，啊，房子要烧起来了，怎么办呢？千万别这样。
火冬夜了，千万别放火呀！看着你们来，真没想到红军来到这儿，倒要烧我的房子。少废话，你快去把酒拿来吧，再找一点吃的东西来。卡佳，卡佳，哎，你快到对面达列婶婶那儿去，去找他要瓶酒。你快到汽车修配厂去找朱贺来，你再找他要几条酸黄瓜来，以后还他。我刚想打开店铺的门，拿出点面包，我是想便宜点卖给你们，真没有想到，你们的一名红军战士扔过来一块石头，差一点把我的脑袋砸开瓢。你的浏览已经到我们店来抢过一次了，把我们店抢得精光，这倒好，你们红军也到我们这儿来要粮食。你们的人还到各个院子去要酒喝，还动手枪，拿手榴弹吓唬人呢。你们的标语上不是写着红军队伍是劳动人们的队伍，那干嘛还要抢劳动人们呢？同志们，请听我说，我们有纪律，如果没有允许，谁也不能到你们家里进行搜查。如果说有人发现我们的战士违反军纪，到市民家里抢劫，他们将会受到红军最严厉的惩罚，甚至判处枪决。哟哟哟哟哟哟！哦，你好啊，卡佳。放开我！你要上哪儿去啊，卡佳？奶奶要我去找朱贺来，有几个红军要烧我们家的房子。谁要烧你的房子？几个红军来要酒，没有酒就烧房子，快放开我，奶奶等着我去找朱贺来呢。怎么能这样呢？看来这事儿我们得去管一管了。宝儿，放开我。走，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来看看这相框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至少能换尸体。求求你，求你别动这个神像，你们不能这样胡来，挂回去。去你的吧，是把那个犹太人能换多少钱的。你们这是作孽呀，不怕上帝吗？你们快把神像放回去。巴夫卡，快来帮我说说话呀。奶奶，别哭，格林的大婶，别害怕，快点进去吧，走吧。安德烈，你这是疯了吗？你是谁？你算什么？你听着，你把神像挂回去。我才不怕你呢！你小子，哎，你真是了吗？你这个家伙！你们快给我出去！拉出去！出血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闹出人命了！还不把枪放下！放下！把手举起来！鲍尔和谢辽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两个人都被逮捕了，现在关在禁闭室里。说老实话，我认为应当把他们俩当场就枪毙。是你说的，当场枪毙？你昨天不是说，如果谁要抢劫群众，就可以把他们当场枪毙吗？他们当中谁在抢劫群众？还不清楚，当然是可查金和谢廖沙两个。那为什么你把其他人也关起来了呢？我这是为了安抚群众。我听群众说，白匪在这儿抢过商店，还说我们红军比起他们好不了多少。可惜您不在，没有听见。群众反映，在那大街上，就是这两个战士把福克斯商店的店主打了，而那店主恰恰是想
把大批面包给我们。那么把保尔和许廖沙枪毙，我们军队的纪律就能好吗？这至少可以杀一儆百。为了取得群众信任，处决还应当当众进行。妈妈要是知道了，又要哭了。这又不是我们的错。军事法庭会弄清楚的。不，谁会来帮我们？谁会？天天派红军来，等参加了红军，反倒成了犯人，蹲起监狱来了。谢廖沙，这不是红军本身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你说。依我看是红军里面的个别人有问题。看他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鲍尔，要是把我们给判枪毙了呢？啊！站住！是什么人？我有命令，命令上是谁签的字？团政委签的字，要释放关着的人。你听到了吗？啊！看来事情弄清楚了，要把我们放出去了。啊，杜巴巴、帕伊达、博伊卡，你们三个听着。醒一醒，出来吧。那还有那两个人呢？这你别管，走吧。哎，热姐，那我们呢？啊，等军事法庭审判。杜巴瓦，你好好想想，我知道你是一个勇敢正直的战士，在战斗里你表现得一直都很好，你是不是在报复保尔，就因为他打过你一拳？谁给我根烟？不会有烟给你抽，也不会有酒给你喝，让你清醒一下。想清楚，到底谁向安德烈开的枪？我看还是给他一支烟，让他想想。谢谢。给。走，阿力克西！撤！撤！啊！粮食来了！粮食运来了！粮食运来了！粮食运来了吗？哎呀，回来了！你们搞到粮食没有啊？没搞到多少，只弄到三袋。看来还要想别的办法呀。是啊，你说的对。哦，对不起啊。再说吧。好。这上面全都是谎言，我绝对不会相信。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任何人。也有很多不同意见，李达同志还有西列达都不信保尔会做这种事。李达和保尔两人不是一般关系，全团都知道。传那些流言蜚语听着真不顺耳。我亲眼看见了。你说你看见什么了？你说团政委
你为什么急着要枪毙这两个人呢？你查过那个面包店的主人没问题吗？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包尔开的枪吗？你不觉得草率吗？团长同志，您不是批评我看问题总是偏激吗？嗯，不是吗？不能让群众看到我们也像看待彼得流浪分子一样。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两个人，就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如果群众不信任我们，那么我们军队就不会有粮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转移了，要把城市留给苏维埃政权，不能让敌人占领。那更需要群众的信任，我们要争夺群众，要把信任夺回来。这种信任被可查金和血疗傻破坏了。我说完了。你以为杀了他们俩，这样群众就会信任我们红军了吗？住嘴！放开！你要冷静点。你别忘了，这是军事委员会。你看问题应该客观，发表意见不要夹杂个人恩怨。你叫朱赫来，不要给我来海军那一套。要是把他们俩枪毙了，你知道老百姓会怎么看吗？他们两人的祖祖辈辈都是受苦的人，血疗社的姐姐是我们的革命烈士。像你这种人十个也不止他一个，他姐姐给那帮白匪绞死了，他的未婚妻给白匪强奸以后也杀死了，全城人都知道有多么悲惨。你看过保尔的后背吗？他的背给彼得溜了打的全都是伤疤。那你知道街上的群众在说些什么吗？报告团长，战士杜巴瓦想见您，他说有件紧急的事情要报告。好吧，进来吧。团长同志，战士杜巴瓦听候您。法罗，等候你们把我判处枪决。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我来请求你们把我处死。杜巴瓦，你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疯了？我想我现在头脑很正常，可是我早上的时候我的头脑确实有点不大正常。我和帕伊达、安德烈他们几个出去想找几口酒喝，到了老百姓家就进行了抢劫，保尔和西廖沙想阻止我们才打了起来。我忘了把枪里的子弹卸下来，打架的时候安德烈撞上我这把枪，抢走了火就把他打死了。做了什么决定搞清楚了？请记住，政委同志，不能靠枪毙人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我并没有这个意图。要冷静，政委同志，从部下那儿也能学到东西。我从您那儿学到的够多的了。妈妈，再见。
你放心吧。保重啊！再见，再见。这个伢子照顾你，咱们以后你老的想法。妈妈，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就放心吧。还要自己当心。你放心，我早点回来。好好去打仗，我会照顾妈妈的。再见，哥哥，自己保重。再见。我又要走了。去吧，我不生你的气，去做你自己的事。别哭了，你又不是第一次给我送信。巴夫克，我好像觉得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走了，妈妈。上帝保佑你。妈妈保重。Yeah.